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又再度来到永和区成功路上的阿胜鲜鱼汤啊，有一阵子没来了。然后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啊，感觉好像多了蛮多新的产品。而是有一个新的是鱼片粥啊，用餐区大概就可以坐20几个人吧，然后那个桌子跟桌子之间都很宽敞。哎，老板娘你好。哎，好，那我今天就点你看那个粉丝想要了解的那个猪脚饭。嗯，哎，这边吃。好，哎，那好，那请你稍等一下，我们的那个便当菜哈，都是青菜，都是现烫。哦，现烫的。对，现在大概是营养养生的关系吧，他们比较喜欢多一点的青菜。好，是。所以我三样的配菜全部都是用的青菜方式。哎，是。哦，这样好，就是现烫的就对了。对对。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，肯定要稍等一下。哦，好 ，OK。谢谢。那，我之前应该没有吃过那个虱目鱼肉燥饭吧？有。吃过的。有。哦，吃过的，哈哈。啊。虱目鱼肚汤你没吃过了？哦，虱目鱼肚汤，虱目鱼肚汤是，我们是用那个鱼骨头。鱼骨头。就是现煮的鱼。鱼骨头哦，像这样鱼骨头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在汤里面煮，然后再放鱼肚。好，这样。对，所以它还有多一个虱目鱼的味道，会比较浓厚一点。哦，好，那真的就点虱目鱼肚汤好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请稍等一下哈。好，那板娘讲说这个是邻居拿来的芋头，那现在来吃吃看。嗯，那个不用钱的最好吃。哦，感觉这个芋头好像蛮蓬松的哦。嗯，哦，这个嚼起来很绵密哦。哦，这个吃出来是自家种的芋头，很香。嗯，好吃。好，如果那这个是卖了的话，我觉得分数是90分。还蛮香的哦，这个芋头。那这边标榜就是都是天然的味道，所以它会比较清淡一点。嗯嗯嗯。啊，细细嚼的话就会有这个餐点的香气出来啊，芋头就是香香的啊。它那个香的感觉就是要细细品尝才会吃得出来。啊，简单讲就像是妈妈煮给你吃的感觉一样，蛮健康的，然后感觉都没有放味精的感觉，所以要细细品尝才吃得出来。嗯，好吃。好，菜单我还是拍一下好了。原则上都是蛮平时的价钱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边的鱼肚汤。好，汤头就先喝喝看。老板娘刚有展示给我们看，它是真正的鱼骨头熬出来的汤。啊，很清甜。啊，感觉它汤头里面就是用这个，有加一点米酒跟这个姜丝，然后还有葱花。然后鱼骨头熬出来的汤头蛮清甜的，好，原本永和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虱目鱼肚专卖店叫做台南菜，它现在已经收掉了，然后就把这个鱼肚整个拿出来吃。好，那汤头里可以看到还放了几颗蛤蜊，所以它会比较清甜。
它是很天然的清甜，那我觉得汤头的分数是93分，蛮用心的，都是用纯天然的味道。好，那吃吃看这个鱼肚，感觉就很新鲜的感觉。哦，鱼肚很清甜。鱼肚的话是2.15块，然后花干的话也是2.15块。花干是什么？啊，鱼肚感觉很新鲜，很清甜。好吃。啊，那汤头就不花俏，就觉得是很平时的味道，像我一样很平时。好，肉很紧实，很清甜。这个油肉粉2.15块。就纯粹以原味取胜啊，很好吃。好，那台湾原则上虱目鱼肚都是无刺的啦，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刺的。好，鱼肚就是油脂的话就是普通的啊，不会很肥。然后主要是它这个这一家的是鱼肉很清甜。好，那这个是用虱目鱼肚，我觉得还蛮推荐的。蛤蜊就煮到刚好熟这样。中段，中段，有没有中段？好，那蛤蜊很清甜。等一下哈，好吃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猪脚便当。好，那现在就吃吃看。然后里面的话就是有木耳、白菜，还有地瓜叶，然后还有一块猪肉，然后下面还有那个肉燥，啊，不一滋滋，不一滋滋，然后感觉这个猪脚，感觉好像是比较瘦的猪肉，好，现在吃吃看，感觉这个猪肉胶质还蛮多的哦。不过这边的调味都是以清爽为主，虽然它是卤过，但是味道不重。呈现的是猪肉的清甜味，微微的卤汁卤过的感觉，就是不是很重的调味。如果以这一块来讲，它是胶质跟肉比较多，胶质跟肉。还不错，蛮清爽的。可是比较喜欢吃清爽口味的朋友会比较喜欢，它调味不是很重。好，我先把猪脚吃掉，剩下就是它剩下的配菜，然后这是卤肉饭。很平时的味道。这是地瓜叶。地瓜叶很有味道，就是很有那种农家菜的味道。感觉好像有出现美女，拍一下，应该是老板娘的女儿吧。好，那这个饭我加了一点它那个卤面上的卤汁。加点卤汁之后觉得更好吃，烫烫的啊。看个人，那我觉得分数这样就变成是90分，很烫口，烫口就很好吃。
然后这个卤肉饭的肉也是偏瘦，都以这个健康菜肴为诉求，所以就吃得出来是很健康的。好，那刚老板娘有讲说那个漂亮的妹妹是她的女儿，哈哈哈。好，老板娘很热情，然后她帮我再加了一块这个卤豆腐，感觉好像是麻辣底的，现在吃吃看。不过这边调味原则上就是以清淡为底，所以它是有点微辣，但是吃起来味道就是很单纯啊，没有过多的调味，简单讲就是没有放味精了。好，那饭的量也蛮多的，不错，好吃，就有像这个妈妈煮的味道。好，在这个是老板娘请的，老板娘很热情啊。这个是油豆腐跟萝卜，好，试试看，烫，这是萝卜的部分，萝卜很清甜，好吃。我这边的卤菜就是不是很花俏啦，就是淡淡的调味，然后吃得出食材的原味。如果来这边吃的朋友，你可能会觉得这边的东西就稍微会比较清爽。有一个很健康的概念，很清爽。好，那最后是这一家店的名片，阿胜鲜鱼汤。好，就算是猪脚饭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吃起来都是不油腻的，很清爽，然后以餐点都是以展现食物的原味为主，所以很自然健康的概念啊，那也不贵啊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